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興地產劉生。咁今集咧帶大家嚟到呢個珠海斗門嘅湖心路嚟睇一個明星盤。聽講呢度賣得好熱、好火爆嘅，而且係濕地公園旁。睇下佢哋嘅招牌咧，都係濕地公園旁啦，而且係低密度個洋房，佢哋全部都一字排開個洋房嚟嘅。咁樣咧，依家帶大家先入去了解一下先。咁今日咧就有請到發展商嘅銷售梁小姐咧，咁樣係幫我哋介紹一下個區位圖嘅。咁樣又有請王小姐幫我哋簡單咁講解一下。可以啊。大家看到这个话呢是我们整个珠海的区域图来的，那么就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。嗯，那整个珠海的话呢它分了三个区的，第一个区呢香洲区，然后斗门区，这里金湾区，再加一个横琴新区。那么香洲区的话呢就是珠海的市中心来的，经过四十几年的发展的话呢，目前已经是饱和的状态的了。然之後橫琴新區的話最主要是以金融和旅遊產業為主，它住宅的話是非常之少的。嗯，那現在目前住宅的用地價錢的話已經去到六萬多了，是沒錯，是整個珠海的天花板的價錢。所以15年的話珠海政府是往西走的了。嗯，西部中心的話由 ABC 三個片區來共同開發的。嗯，首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 C 片區啦。嗯，C 片區的話就是我們的航空新城。咁航空新城嘅话咧，系成个西部片区最早开发嘅一个片区嚟嘅。咁由于佢早期嘅开发嘅话咧，目前成个航空新城嘅话，佢嘅配套已经完善嘅啦。好似佢嘅图书馆啦、公园啦、华发商都啊，呢啲全部都已经开放咗噶啦。所以目前成个航空新城嘅价钱嘅话咧，同我哋而家市区嘅价、市区嘅价钱咧系差唔多嘅。系，冇错。然之後的話咧 ，B 片區嘅話咧，目前嘅話咧就係得三個項目嘅啫。嗯。所以嘅話咧，政府冇放太多嘅精力喺呢個片區。嗯。所以以後佢嘅配套需要嘅時間周期需要比較長，可能要5到10年嘅時間。咁而家目前政府嘅話咧，最主要係打造成個 A 片區嘅。嗯。咁呢個 A 片區嘅話咧，佢有一個新嘅名稱叫做湖心新城。係，我聽講過呢個湖心新城咁樣咧，我都聽過佢入邊嘅規劃咧，咁樣入邊嘅配套咧，其實咧都同航空新城差唔多嘅喎。係啊，其實咧佢就係複製咗航空新城嘅啫嘛，所以佢個發展時間嘅話咧，會比航空新城要快好多嘅。嗯。啊，咁地理位置嘅話咧，其實同航空新城嘅地理位置差唔多嘅啫。我哋珠海大橋一落嚟嘅話咧，一個係左手邊，一個係右手邊。咁航空新城目前嘅價錢嘅話咧，係3萬左右啦。咁我哋成個湖心新城嘅價錢嘅話，均價大概差唔多2萬到啦。咁我哋離航空新城嘅話，大概5分鐘嘅車程啦，相差咗10000蚊嘅水位。10000蚊嘅房價咯喎。所以未來嘅話咧，呢個位置嘅升值空間係比較大嘅。首先跟大家講講我哋嘅呢邊嘅配套，首先係我哋嘅交通啦。嗯。針對我哋嘅港澳客户嘅話咧，就如果你哋從香港或者澳門過嚟嘅話咧，可以行我哋港珠澳大橋嘅呢個延長線，就係我哋嘅紅殼大橋已經開通咗噶啦。後期咧直接行到呢個湘湖路再過嚟嘅話咧，就好快，大概35分鐘到啦。嗯。就可以到噶啦。從拱北出發。嗯。然之後的話咧，亦都可以行珠海大橋啦，或者係我哋嘅以後嘅香港大橋都 OK。香港大橋嘅話咧，就係明年嘅10月份就會開通。嗯。開通咗之後嘅話咧，從我哋項目到市區嘅話咧，大概15分鐘嘅車程。哦，都好快喎。係啊，因為佢全程咧係冇紅綠燈嘅，而且係雙向綠車道。再講翻我哋呢個成個片區入邊嘅配套啦。嗯。咁我哋呢邊嘅配套咧，佢一共規劃咗15間幼兒園、8間小學、4間中學，所以佢係全齡段嘅教育配套嚟嘅。咁我哋2023年可以使用個學校嘅話咧，我哋旁邊咧呢度就會有一個36個班嘅小學、中同埋幼兒園。嗯。2023年左右就會移交俾政府作為市政配套噶啦。咁下邊呢個位置嘅話咧，都會有幼兒園、小學同埋中學。今年的7月份就去移交俾政府，都是公立的，所以2023年6月份可以使用的學校咧，就有4間幼兒園、2間小學、1間中學。哦，咁樣加加埋埋成個區域成30多個學校嘅喎。如果加埋小學、中學是有的。哦。因為佢未來嘅話，呢個片區嘅話咧，佢嘅住宅係好集中嘅。因為佢呢個片區嘅規劃嘅話咧，最主要係以住宅同埋商業為主嘅。因為佢呢個片區係全新嘅，佢冇舊嘅工廠啦，
舊嘅小區啊，或者係自建房屋係都冇嘅，係全新嘅一個片區嚟嘅。嗯，咁商業嘅話咧，喺呢個屋苑嘅話，旁邊喺邊度啊？嗯，喺我哋項目嘅大概150米到啦，呢度有一個圓商城。咁呢個圓圓商城嘅話咧，佢係複製咗上海嘅城隍廟嘅，所以佢個檔次咧係比較高嘅。啊，咁再往下走嘅話，呢度都會有一個商業街，會同富華里嗰種風格咧會比較似嘅。啊，或者大家如果想去遠啲嘅話咧，都可以揸車去到呢個華佛商都。今晚嘅華佛商都大概5分鐘嘅車程到啦，都係好方便。華佛商都開業嗰陣時候我都去過，真係人山人海。係啊，好多人㗎。醫療配套嘅話咧，就我哋旁邊呢度嘅話咧，就有500米，大概500米嘅距離啦。咁呢個醫療配套嘅話咧，目前已經喺度建緊噶啦，佢係屬於三級醫院嚟嘅。咁休閒配套嘅話咧，就我哋呢度附近咧就會有一個白藤市民公園啦。咁入邊有籃球場啦、羽毛球場啦，同埋我哋項目嘅背面嘅話咧，就係一個32萬公頃嘅幸福號濕地公園。咁呢個32萬嘅幸福公園嘅話咧，就同我哋項目嘅話係一條馬路之隔嘅啫。所以佢個空氣嘅話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同埋嘅話咧，呢個公園入邊嘅話都會做咗一個文化中心。呢個文化中心已經建好噶啦。佢係一個即係依家呢個濕地公園已經係投入使用噶啦。一期嘅話咧已經係可以使用噶啦。二期嘅話咧，目前正在做緊排水嘅系統。咁樣一期係咪相當於前面呢一嚿？係啦，呢個虛線前面呢度。呢度一期。係呢度一期已經整好噶啦。OK， 但咁大致上都明白咁，先了解一下沙盤嗰邊咯。好啊。咁樣咧，啱啱講解完嗰個地理區域啦，咁樣依家我哋了解下個沙盤。咁樣咧，沙盤嘅話咧，咁樣都係有請翻發展商個銷售咁樣幫我哋講解一下啦。有請梁小姐講解一下。咁我哋項目嘅占地面積嘅話咧係3.6萬，建築面積嘅話咧係7.2萬。咁佢嘅容積率咧係好低嘅，1.97。咁容積率低嘅話咧，就證明佢係成個項目比較舒適嘅住喺入邊。係啦。咁我哋項目嘅話，一共有10幢樓組成嘅。咁2號樓、3號樓、4號樓、5號樓同埋8號樓嘅話咧，18層高嘅。咁前邊呢個1號樓、6號樓、9號樓、10號樓同埋11號樓嘅話咧，就係屬於洋房，11層高嘅。咁我哋而家賣緊嘅產品嘅話咧，就5號樓、8號樓同埋9號樓咯。咁我睇到咧，5號樓同8號樓咧，咁樣係對住嗰個濕地公園嘅喎。係啊，嗱，我哋5號樓同埋9號樓嘅92方嘅景觀係好靚嘅。咁佢背面嘅話咧，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幸福號濕地公園啦。咁南面嘅話咧，就可以睇到我哋成個園林嘅景觀嘅。所以92方嘅話咧，目前已經賣得7七8八嘅啦。咁所以我哋嘅話咧，跟住落嚟嘅話咧，我哋會加推呢個4號樓。四號樓咧同5號樓、8號樓嘅户型係一模一樣嘅，都會有92方嘅。咁中間突出嚟嗰户嘅話咧係83方嘅。83方3房2廳2衛嘅。83方可以做到3房2廳2衛。係啊。使用面積都好，真係好大喎。係啊，我哋嘅使用率都好高嘅，我哋使用率都可以達到90%左右。因為咧，我睇過珠海好多樓盤咧，基本上都要去到88啊、89啊，先做到去兩個衛生間。所以我哋呢個樓盤賣得好嘅原因咧。第一個是因為户型比較方正啦，第二個話咧就係因為我哋靠近呢個幸福號濕地公園。咁樣嘅話，5號樓同8號樓嘅貨量而家仲多唔多啊？而家5號樓同埋8號樓嘅話咧，92方已經差唔多賣曬噶啦，剩低頂樓同埋4樓以下，中間樓層已經賣曬。咁樣如果對住濕地公園嗰邊咧？係啊，92方就係、是。對住濕地公園㗎，即係佢陽台係濕地公園嗰邊嘅。唔係，佢陽台係向南嘅，因為我哋呢邊對公園，對呢邊嘅話咧就向南嘅。公園嗰邊咧係北邊，但係佢嗰邊咧都係有一個飄窗嘅位置，可以睇到嗰邊嘅景觀嘅。咁樣成個小區嘅話咧，一共有幾多户啊？成個小區我哋係770户。咁車位咧？車位嘅比例嘅話咧係1:0.88。都係應該差不多可以足夠到每家每户啦。不過如果有些屋企嘅話，可能有2、3台車嘅話咧，就可能掹緊啲。
咁樣物業費呢邊咧係幾多錢一個方啊？物業嘅話咧，我哋係華發嘅物業。哦，華發嘅即係珠海嘅龍頭企業。係啦，所以佢嘅物業一直都係比較出名嘅。咁咧就係$3一方咯。咁樣你呢個小區咧，咁樣係由三個發展商合力打造㗎，係嘛？係啊，我哋嘅承建商嘅話咧係招商嘅。咁我哋嘅物業嘅話咧就係華發。咁我哋嘅户型設計嘅話咧就係卓越，卓越咧係深圳嘅公司。咁我哋呢度交樓時間嘅話咧，大概係23年嘅9月底啦。咁即係下一年嘅9月份就可以交樓啦。係啊，因為整個湖心新城交樓時間大家都差不多嘅，一係3月份啦、6月份啦，同埋9月份啦，係啊。咁樣嘅話，佢加推嗰個4號樓、同埋5號樓同埋8號樓嘅均價大概幾錢啊？即係可以望到嘅濕地公園。望到濕地公園大概均價嘅話咧，大概19000左右。19000。咁如果望翻內園呢邊咧？望翻內園呢邊嘅話咧，就係83方呢個咯。呢個因為佢面積會細啲，可能均價會高少少，大概高500到啦，19500左右。19500大概就係180000到190000之間咯。差唔多。咁樣咧，92方咧睇翻嗰個濕地公園咧，咁樣就要去到200000出頭啦。唔使，大概180000到啦。唔使咁貴。如果你買呢個大積嘅話咧，就要大積呢個，即係洋客入邊洋房呢啲就比較貴啲。係呢個大概就係210000到啦。係啊，呢個大積呢個我哋都準備加推中間呢個10號樓噶啦。因為大積其實我哋都賣得好好，都賣曬噶啦，剩低頂樓同埋4樓以下。咁依家帶大家睇下佢哋個湖心名業呢個92平方一個南北通嘅一個3房2廳2衛，咁樣佢喺門口咧右手邊就係一個收納櫃嚟嘅，咁可以放鎖匙啊、包包啊同埋放鞋嘅，咁樣上邊咧仲可以放一啲家庭用品啦，同埋可以放啲雜物，咁樣可以睇到佢哋嘅一個交樓標準嘅一個門咧都係十分之高檔嘅，而且咧用料都係十分之結實啊，好重啊呢道門。咁樣睇翻客廳咧，都係好闊落嘅。咁樣咧，佢呢個客廳嘅開間咧，都有係有成3米深嘅一個開間。咁樣行到嚟呢個陽台嘅地方咧，佢陽台到時交樓咧，咁樣呢度係有一個護欄咁樣一直延伸過去。佢因為佢依家係呢個異地嘅板房，所以咧佢呢度有一個門咧方便出入嘅啫。咁到時交樓呢度係一個圍欄咁圍過去嘅。咁樣睇翻佢呢個陽台呢度呢個位置，咁樣佢呢度係已經係留咗個洗衣機嘅位啦，同埋洗手盤嘅位，同埋呢度都仲可以放嘢嘅。咁陽台出邊都係好方便嘅咁樣。再睇翻飯廳嘅位置，哇！飯廳嘅位置真係夠曬闊落，即使擺一張圓台都係足夠曬嘅啦。咁樣可以睇到佢一擺張長方形嘅話咧，都係已經係仲有好多位置。咁樣即使係一張圓台咧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咁樣咧，佢呢個飄窗位咧都係贈送嘅，而且呢個飄窗咧都係好闊嘅喎。佢到時交樓呢邊咧就係可以打開嘅，咁樣就可以睇到外景嘅，就唔係好似依家咁嘅，因為佢依家係呢個板房咧就係1樓，所以咧佢出邊咧係有埲牆嘅。咁睇翻個廚房，廚房咧到時個交樓咧呢度咧就有個推拉門，咁樣咧呢邊咧就有個預留咗個雙開門嘅一個冰箱位置嘅啦。咁樣交樓咧，咁樣嘅廚房3件套都係有嘅，咁樣好譬如啊，抽油煙機啊、電磁爐啊，同埋消毒碗櫃呢啲交樓都係會有嘅，都係贈送嘅。洗手盤嘅話咧，都係有2個嘅喎。咁樣一般咧，嗰啲其他啲樓盤咧交樓嘅話，洗手盤咧都只係有1個，咁大概係咁細嘅。咁佢呢個係做到一大一細。咁呢度咧仲有個仲有個窗口位置。咁睇翻房間嘅話咧，房間佢呢度呢度左手邊咧就有個公廁啦，咁樣係做咗個乾濕分離嘅，咁樣就唔會話每朝早啊如果屋企人一個要刷牙咧，一個要上廁所就比較方便好多，就唔需要話輪住咁樣等，咁樣呢啲做到咁啲咁乾濕分離咧，確實係方便好多嘅。
咁睇翻呢个儿童房，儿童房嘅话咧，可以都系佢呢度已经系足够放一个嗰边床头柜啦。咁呢度咧，如果唔需要再咁多床头柜咧，可以放一个衣柜嘅位置嘅，细细地嘅衣柜。咁样飘窗位置咧都系赠送嘅，都系比较长嘅佢啲咁嘅飘窗。咁睇下呢个细房，佢呢个细房呢其实佢呢个细房呢係有一半嘅面积係赠送嘅，因为呢佢呢个房间呢係以阳台嘅方式去布建嘅，一般阳台嗰啲係半赠送嘅面积㗎嘛。咁样呢佢可以将呢个床位咁推到过去呢，咁样呢个仲可以好似佢咁整个细衣柜呀，或者係细嘅石嗰啲咁嘅台面。咁睇返主人房，主人房嘅话呢，佢呢、這个我鍾意佢呢边呢两个地方，完全咁样可以整到两个衣柜，可以足够咁样呢同太太呀嗰啲咁样嘅衣服可以放埋。因为呢我同我太太呢一个衣柜系唔够用嘅，基本上全部都系佢啲衫。咁睇返个洗手间，洗手间都系足够大嘅，咁样呢可以睇到呢个飘窗位置呢，咁可以放一啲沐浴露啊，同埋如果到时生咗个小 BB， 可以放一个咁样嘅即係 BB 冲凉嘅盆仔喺上面，就唔会话好太浪费地方嘅。咁样呢佢呢个飘窗位置其实呢我係最鍾意，因为够晒阔够晒长。咁样平时如果未冲凉嘅话呢，就可以瞓喺度咁样睇下手机或者睇下书啊各方面嘅。咁依家带大家睇下呢个104嘅一个三加一户型，咁样咧佢一入门头咧会有一个储物间啦，跟住仲有一个卧室啦，一共系三个房间加一个储物室嘅。咁样阳台咧系有足足有6米长嘅大阳台嘅，咁样而且系横厅个户型嚟嘅。咁样咧，我睇翻再睇翻呢度系一个精装交楼嘅一个交楼标准。可能咁样睇得唔好清楚，咁样到时咧会直接掟呢个画面上个 mon 咯。咁一入门口呢都系同一样啦，咁一入门口都有一个储物柜。呢个储物柜呢就比92嗰个要长好多，而且系阔好多。咁样呢个房间呢就系啱啱所讲嘅一个储物间啦。呢个储物间呢咁样就可以发挥自己想象空间，亦都可以做细路仔嘅儿童房啦，亦都可以咁样放一啲屋企嘅杂物嘅。咁入到嚟呢个客厅呢，横厅嘅户型呢係十分之多人唔鍾意，因为呢可以睇到佢横厅呢，睇下係十分之阔落嘅，真係完美。而且你可以睇到佢即使同92个都係，佢即使放咗张大嘅长阳台呢都仲有好多空间嘅，因为佢后边呢仲有预留咗啲位置啦，同埋呢度都係预留咗位置嘅。咁样睇返呢边呢个房间，呢边呢係一个细房嚟嘅，咁样呢我都係可以做个书房啊，或者係儿童房啊。即係厨房嘅话呢就喺度啦，厨房嘅话呢就比较靠近一个饭厅嘅位置。咁样佢呢边都係预留咗一个双开门冰箱嘅一个位置嘅。咁到时交楼呢都係一样嘅，佢嗰个厨房三样都系有嘅，抽油烟机啦，同埋呢个电磁炉啦，同埋呢个消毒柜嘅。佢厨房呢个窗呢都几好喎，可以整到咁阔个窗。咁再睇返下呢边呢个房，呢边呢个饭厅后边呢都仲有一个房间㗎喎。佢呢个呢就都係相当一个次卧啦。咁样呢佢睇到佢呢个房间呢，佢係将呢个衣柜係即係入墙式嘅衣柜嚟嘅。佢呢个入墙式嘅衣柜呢会比自己买嘅衣柜呢会悭好多位置嘅。不过可能到时就要自己花少少咁样将佢个衣柜摄入墙度囉。咁睇返下客厅个位置。其实客厅嘅话呢，其实户型嚟讲呢，横厅个户型呢係会比嗰啲竖厅个户型呢舒适好多㗎。如果屋企人人员比较多嘅话，可以真係考虑下呢啲横厅个户型。睇返佢呢个6米嘅大阳台。
真係呢、這個6米嘅大陽台睇上去真係好舒服。咁樣呢我都仲未行到去盡頭㗎。咁樣佢呢個陽台呢係足夠大嘅，啲細路仔呢如果到時行出嚟玩呢都係玩得比較舒服嘅。咁樣如果細路仔嘅話呢，咁樣當然啦，陽台係要加裝一個防盜網啦，或者係加窗嘅位置嘅。咁珠海呢個話呢，你另外加窗呢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呢邊呢個就係公廁啦。公廁呢都係做咗個乾濕分離嘅。咁樣呢朝頭早嘅話起身呢人員比較多，好似92嘅方咁樣，就唔需要話排隊咁等用洗手間，咁樣呢可以一邊用廁所，咁樣一邊呢就係刷牙洗面各方面。咁樣佢呢隔離呢個呢就有一個比較細嘅兒童房啦。佢呢個兒童房呢都係半贈送面積嘅。因為佢呢個房間都係以陽台嘅方式去佈建。再睇返下最後尾呢個主人房。主人房嘅位置嘅話呢，佢呢邊其實呢都係可以同92方咁樣做到一個兩對開嘅一個衣櫃。跟住同行入去嘅話呢，廁所呢度呢我都好鍾意，因為呢我比較鍾意呢咁可以放位置，即係放嗰啲沖涼所用嘅用品啦。仲有佢呢度呢仲會有一個空格位。咁樣佢呢啲係整得幾好嘅，即係可以唔使話將啲雜物啊得放滿曬呢個洗手盤上面。咁佢呢度呢仲有一個83嘅户型嘅，佢83呢個户型呢係可以做到三房兩廳兩衛，咁樣佢發展商係冇做到示範單位，所以呢就睇唔到啦。咁樣呢如果有觀眾有興趣咁想了解呢個樓盤嘅話呢，咁可以 WhatsApp 聯繫返我哋中軒嘅唐生啦，或者我哋中軒嘅客服嘅。咁今集呢就帶大家咁了解到呢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